小陈，你替我确认一下明天的司机。对，明天 B 组出发的时间大概是，哦，7点左右是吗？好的，行，拜拜。你干嘛？你当着我拿红酒杯了？你拿红酒杯绕着去拿呀？分明就是什么呀？ 思想能不能单纯一点啊？怎么脑子里面总想那些有的没的？谁总想有的没的了？哎，你坐那么近干嘛啀？你影响到我工作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工作吗？你工作电话分明已经打完了呀。总之，你离我远一点，快让开，坐那边去。离那么远干嘛呀？这样你我都感觉不到彼此心与心之间的距离。 Life is there for you to enjoy. Work hard, play hard. 这又是哪个名人说的呀？这么感人。我，哎呀，好了，偶尔也让自己轻松轻松。啊，工作就是为了让人更好的生活，不然你会老得更快。你说谁老呢？你照照镜子吧，你比我更老好吗？就算你变得再老。 再丑，你在我心里面永远阳光灿烂，18岁。我妈妈一直教导我，油腔滑调的男人都特别危险，特别不靠谱。